处长底下这个，校长，接那个照片。校尉，请到前面来，我们会上来。来，关心一下老师，我们来团体报。来，上来。快给我们找一下。来，我们的大顾问。浊水溪书画学会赞不赞？浊水溪书画学会赞。云林县文化观光处处长陈碧君赞。来来，我们最美的朱淑美理事长赞。然后陈学茂理事长赞。每个会友都赞。林胜觉市长赞。詹立山县长县长赞。推动哦，不分呐、啊，不分那个山线海线，整个社会一起推这样子。那我这边呢，那想试的这个一定会占版面的哈。那这个已经前朱淑美理事长哈、哦，伊人民呢，所以一定爱徛在家了哈、哦。啊，安尼徛我边应该会使哈。姐妹啊，母女。好，那今天我们所有在现场的我们艺文界的先进，啊，跟我们历任的理事长，啊，大家元宵节快乐，快乐！啊，当然也是新年快乐哈。那、啊、我们阮威旭理事长，好、啊，那今天非常开心，在，我们还有我们，对了，我们那个新任理事长，哦、啊，还有我们的，对，永辉理事长，对对对，永辉理事长，好，拢是好景贺。啊，搁咱这个创会的涂理事长。不了，咱创会涂理事长，哦，跟叶顾问哈、哦，然后我们这个叶医师贤康利，哦，对，哦，拢伫遮啊，很多主持人没有一一的介绍每一个贵宾啊，哈 ，nice， 啊，拢伫的，啊，创会还有我们这个陈永泉理事长，伊今仔日伫迄个政大艺文协会
在我们文官处在办理这一个就是111年度的这个政大那个全国硬笔字的这个展出，今天我们真的与会很多就是我们艺文界的先进啊，这样难怪人都跑来这边的，卡托你文官处都没了。好了，我们今天中水系的这个书画协会今年也是进入第23年了，很不容易啦。那当然就是刚刚提到是我们土里市长是创会的这个元老然后呢从民国89年到现在，然后陆陆续续历任的这一些理事长还有我们所有的艺文界，然后呢才能够让这个浊水溪艺文协会不断的茁壮相关的一个推动。那这部分呢在张县长上任以来，大家也可以感受到云林县呢从大家讲的这个文化沙漠变成大家羡慕的这个就是文化的首都。这个部分呢因为有大家的共同努力，然后呢把艺文活动不断的深入即便是疫情期间我们戴了口罩，然后行动不方便不能出门，大家还是能够把艺文的这个活动都非常顺利的推展。那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很平安很健康，那一直到今天元宵节大家非常的欢乐，那我觉得呢心中有很多的感恩跟感激，那这个部分呢都是大家共同在这段时间所凝聚出来的。那我想今天是一个新春团拜，那又选在一个这么好的日子，然后呢这么好的地方喝家喝剩跟就睡耶，对不对好山好水啦我们株式会理事长我知道他的工作室也在这个地方，所以故意选在这里，对不对？对让大家然后借了这个新春团拜的这个机会，然后也可以已经准备好了是故意的，也是用心呐，能够够也是用心呐，对，可以去体验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很棒也很多电视节目都来这边采访所以呢，未来呢，整个艺文又跟我们的休闲娱乐的场域又结合这个是也是我们希望4年的基础之后，未来呢我们在张县长的带领下可以再把艺文的这个相关的活动推广到更多不同的这个层面。什么层面呢？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是元宵节，对不对？那元宵的这个灯会的元宵在北港嘛，对吧？那理事长但灯会原先在北港，那我们北港的这个灯会2020年、2022年都拿到了国际 IAA 的 MUSE 金奖，这个是国际相当大的一个奖项。所以呢，我们北港灯会原乡是全台湾唯一杜双金有国际规格的这个灯会，这个也是要彰显我们就是灯会的原乡，所以呢，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说，虽然现在台湾灯会在不同的县市、每年不同的地方轮流举办，但是大家不要忘本灯会的发源地就是在北港。那我们今年呢，就结合我们云林的这个艺术家来跨界结合，然后呢，把艺术家的工艺跟这个就是灯会的装置结合。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年有一座一马当先这个是旋转木马，真的可以做的，大人小朋友都喜欢做这个旋转木马。那这个旋转木马呢，上面是吴龙老师胶纸桃放在上面，整座这个旋转木马整座胶纸桃在动那这个胶纸桃以前大家可能只在宫庙的这个屋顶才看到，神明才看得到啦一般的民众很难看到。那现在它已经转成当代艺术，那我们这次甚至把它转换成这个旋转木马，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巨型的一个胶纸桃的一个旋转木马，这个是非常特别的。那当然还有我们这个旅美的艺术家蔡尔平老师非常非常有名杰出的这个旅美艺术家这个蔡尔平老师，他的这一个工艺也在这次的北港灯会的主道桶文化园区会展出。然后还有来自这是县外也是在国际上拿奖的这个林建华老师，他这个叫仿家，他是用这个木栓跟这个支线然后去把它做出来一个装置艺术。那这个整个层次要往上提升了，为什么？我们都已经拿到了国际 IAA 的金奖2座了，那就必须要再往线提升，往上提升就是国金奖。那云林县政府在去年也有拿到一座最高的奖项国金奖，是邓丽君浮空投影音乐会
哦，这个已经拿到最高奖，但是我们要不断的跟自己就是挑战跟突破，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北港的灯会原乡哦，北港的光影艺术节，我们把艺术工艺，然后跟这个灯会的艺格，还有就是电动花灯，全部结合在一起，希望大家来到北港，除了我们巷弄的这个传统的灯会，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技术保存者，不管是我们的严三泰、吴登新，还是林聪显老师，他们都是我们的哦这个武警文化资产的技术保存者，他们的灯也都在巷弄里面哦，古色古香。那十一位的这个工艺师艺师，然后呢二十件的这个花灯的创作，在整个北港的前区，总共有五个副灯区。那主灯就是永远都是北港朝天宫，因为这个是国际的灯光艺术家这个周炼大师在2017年打造的，所以呢以朝天宫为主，然后有五个副灯区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大家这几年都听到这个开台的严思琪哦，这个登陆纪念碑在圆环，那是一个灯区。那刚刚我讲的巷弄包含义民庙，是我们限定古迹，也是所谓民间的忠烈祠哦。那另外还有我们的水道头文化园区，还有一个很重要哦，云嘉南第一个登记所，日寿登记所历史建筑，那是另外一个我们的灯区，就在北港朝天宫的正后方哦，公馆路这边。那整个呢六个哦，这个灯区的这一个整个哦，就是光影艺术节，因为会一直到3月12号，所以欢迎我们今天哦所有艺术界的先进，也可以到北港哦来走一走，然后感受一下，然后呢帮我们好好宣传我们灯会原乡北港的这个今年灯会的这个特色。那当然还有艺术创作也要跟生活结合哦，所以除了这个灯会可以有很多灵感之外，我们现在在草岭哦，在石壁，我们这个樱花都盛开了哦，所以呢，除了过年期间青山坪哦开得很漂亮之外，现在陆陆续续哦，苏家农场上去美人谷，这个整个将近21种的这个樱花树种，然后将近4公里哦，这个樱花道，这个不用到京都，不用到日本哦，到我们草岭石壁就可以看到呢，就是百花齐放。哦，那这个部分呢，也跟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艺文界的先进报告。如果呢，哦，就是不要周末，我们周间往山上去，哦，就可以看到今年的樱花开得特别美，哦，花种特别多，甚至梅花都开了。哦，那当然还有就是为了讲大家健康了哈，再往上一点，草岭石壁有一个疗愈基地，哦，这个是分多金负离子，是这样子地方这边平面的40倍的负离子分多金，所以对身体非常好。那这个步道也很容易走，所以我们请我们的叶医师哦，我们的医师哦，有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学术，所以可以来走看看。因为这个疗愈基地也是张县长规划，请台大实验林团队做过精准医学的侦测，然后真的我们的负离子分多精是18440立方公分，这个目前哦讲起来在全台湾应该是非常高的。所以呢，这些好山好水，还有这一些光影艺术哦，都在这个期间，在春天这个期间呢，会不断的绽放。那也提供我们的艺术家可以去取景哦，寻找灵感，然后呢有更好的创作。那最后呢，哦，就是还是要不免俗的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啊，哦！我们新的一年，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鸿兔大展，谢谢。啊，这个是县长开春第一套哦，艺术家彰化艺术家协会哦，我们外县市的美女，对不对？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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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呀！所以呢，我们的长官很多都需要夸夸哈，那
也非常感谢我们文官处这么支持我们艺文团体哈，也这么支持我们云林县浊水溪书画学会。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我们的会员老师，还有我们与会的理事长，还有我们荣誉理事长的典礼哈。我们浊水溪协会长期以来可以说对云林县也算讲我们文化的贡献哈功不可没，在大小的场合，包括县政府跟公所举办的活动当中哈，有很多的活动都有浊水溪协会的身影跟协助哈，也非常开心可以来参加今年的新春典礼，也希望新的一年在公部门这边哈我们未来有这个机会可以继续跟浊水溪协会继续来配合哈当然我本身哈伫咧咱的理事长的带领之下哈我今年特别也今天来哈不只是来致辞，我也特别带了10000块的顾问费哈要来参加顾问哈也希望可以继续支持协会这边哈各项事务的发展，也希望未来公部门这边如果需要公所这边协助，我们也一定大力来帮忙，大力来协助哈，在这边也祝福各位大师哈在新的一年可以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吉祥平安，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老师。好，那请市长帮我们摸彩一下。林子桥，来，我们林子桥，市长，好，来，我们请市长亲自颁证哈，来，林子桥，你先。那个现在搬出这个市长，谢谢市长，一直以来对咱的花真支持，市长对这一定有特别的感情，伊是咱正袂林人，吼、哦、所以讲这乌沙水库，算讲伫伊个辖区内底，所以今日看看无用买看来给咱指导。谢谢市长。要颁证顾问的证书，好，那等市长稍待一下下。来，我们请理事长亲自办证哦，我们的顾问聘书。我们也非常感谢理事长哈，这么大力支持我们浊水溪书画学会。我们是不是用热烈掌声再谢谢我们的副县长？谢谢。好，我们的副县长谢竹雅副县长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是不是用最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副市？副县长，好，还有我们的理事长有墨宝要送给我们副县长。哇，老师，谢谢把这个交给没有？好，谢谢。好，谢谢市长。那我们是不是打不到？我们是不是现在欢迎我们谢副县长？谢谢我们美丽的朱小姐的哈，我们陈全茂理事长带领最坚强的一件事团队，我们朱淑美前理事长、市长，还有我们的纪要哈在场，哇，还有我们郑中来郑主任，阮老师、阮理事长，还有黄新碧理事长，都讲快的舅姐理事长，还有我们岳鹏叶医师哈，邢胖丽，所有的先进哈，艺文界的先进，大家好。哇，来到咱南红蚂蚁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棒哦，这些树哦，这些荔枝哦，也岁数哦都比我们还年长哦，哦，咱老公人瑞哈、哦、是百岁，这种超过一百岁以上的哈、哦，所以很
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啊，今天都是咱的元宵哈，啊，伫这所在祝福咱大家哈，都能够心想事成，然后呢，福兔哈，能够这个宏图大展。啊，伫这所在再一次的谢谢我们陈理事长，理事长度假哈，我快点一赠送我们市长。哦，这个墨宝哦，它是有图哦，图文并茂。我亲自见证过我们理事长啊，那集席哦，现场哦，就像我们阮老师一样哈、哦，大家的功力都是一把照，所以这个是哈、哦，咱昆明嘛最美丽的一道风景。我们很期待日后有机会哦，可以有类似像我蚂蚁这样子的户外的空间，然后呢，可以让大家各地的游客来其实哈、哦，那都有机会。可以来欣赏，甚至可以来哈，来购买哦，那大师的一些作品哦。我们把这个艺术，我们把这个艺文的气息哦，给带回家。这的是哈，最棒的一个艺术的美化人生。阿迪介绍在再次的谢谢大家。然后呢，我们预祝新的一年啊、就像刚刚提到的宏图大展，然后幸福平安一整年。谢谢。这个就好。好，我们先出的副县长站不站？站，要站，要站哦，要站，要站。好，大家站，按了吗？啊，他这边必须过来去。方便的。啊，他这边。可以是这里吧？站。钟水晶，说话实话。站。来，今天所有的贵宾还有。在红蚂蚁世界，在奥良到这了，厉害，厉害，厉害！还有两个，小东西呢？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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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好，谢谢，再一次谢谢我们谢副，谢淑雅副县长，谢谢，好。
哇，大家好。哇，我有看到那边，好久不见的我们的医师都在那里哈。啊，大概一年都没有这看门啊，我刚到，没有注意到好多的好朋友了哈。啊，今天我们办活动在这个地方一到，给我摸彩，哦，啊，给我奖分。啊，我早上才不小心看到有摸彩的这个活动，所以不好意思，我就刚好家里有这个小东西啦，家里都用得到的。好，我们是不是掌声谢谢赖议员提供奖品摸彩品？谢谢啦，这表达一点点小小的心意啊，就要刚好今天是元宵节哈，就是祝福大家啊，元宵节快乐啦哈。那苏蕊也因为大家，所以我才可以高票当选，不用算的是高票当选了哈。那谢谢大家的支持哈。那你们有任何需要服务的地方，就找苏蕊哈，找苏蕊。啊，苏蕊，一直就是住在古溪里这个地方，古溪干楼鬼家的遐红地啦哈。啊，再一次再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了哈，现在已经要拜个晚年了哈，兔年都可以行大运，祝福大家，谢谢。谢谢戴议员。那我们要利用他幸运双手哈，帮摸出他给我们的那个摸彩品哦，奖品非常的大，两位，天香来，你小弟，天香来得够，他的品种部分，张大哥，大嫂来，我们得奖的会员哦，第一位是黄生源。吴淑玲，好，会员恭喜会员老师，来，我们到台前，恭喜这两位幸运儿哈，获得我们那个赖议员哈为我们赠送的礼品，谢谢，也恭喜两位我们会员老师，非常非常的幸运哦，好，看前面来站。朱荣誉理事长，麻烦你礼品帮忙一下好吗？好 ，OK， 谢谢。
红包，红包在哪里？来，红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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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种龙一样，你来对，你没烦恼啦，你没烦恼，你没烦恼。好，有路会员，安德，那么支持我们学会，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的支持我们。谢谢我们的张启煌艺术顾问，谢谢。好，我们是掌声，来谢谢启煌大哥，我们的启煌顾问，谢谢谢谢。不容易啊，外有露营啊，外有露营。接着我们还有顾问要翻的吗？有，哎，谁看？大哥顾问的，哎，江云呢？哎，江云来啦，麦克飞啦，金小，哎呀，来问问，你有来啊？来，这里，周荣义理事长在哪里？嘉义慈济协会，恭喜！不要紧，伊足侪分来嘞，好。来，我们这来对，这来对有足侪分无？足侪分丢转，安尼就好，开始结婚。我来的，啊，那我们涂扬州荣义理事。今天呢，我们有这个学会，就哈，就是他的功劳哈，他是最大的功臣，谢谢谢谢。好，继续我们要颁证的是哪位顾问？好，孙志焕顾问你在哪里呢？孙志焕顾问来，我们请上台。好，我们徐茂理事长为我们颁证哦，顾问也感谢您呢。啊，这么支持我们的学会，非常的感谢，谢谢。好，我们最美丽的朱楚美荣誉理事长哈，一起合影哈。他为了这一次哈，也是忙前忙后的哈，非常的感谢。那我们的顾问是不是一样，就用您的幸运的之手，为我们颁证这个刘松丽老师？最大声的恭喜，获得我们的奖项。好，我们请顾问为我们颁证这个奖。来，一起跟理事长，我们一起哈，来看镜头，来站。哦，好棒哦！今天大家都满载而归哈，啊，好玩啊，吃得饱，又玩得开心，也有这么多的奖品可以领到。好，来。我们那个理事长，最美丽的理事长哈，也从嘉义过来哈。好，那你要先致辞勉励吗？好，来，我们先掌声来欢迎我们最美丽的理事长。好，来，谢谢谢谢云林，各位那个周水溪书画协会的邀请哈。那我们很高兴协会有我。代表嘉义市书艺协会，我代表仅代表嘉义市书艺协会，还有我们今天有常务监事陈俊宏，哎，陈俊宏来。来，你敢去一场？我和阿弟去一场啊！我呢？来，来，站，来。十份，我们嘉义市书艺协会提供十份作品。来，嘉义市书艺学会提供的我们十份的墨彩品啊，墨彩品。墨彩品啊！啊，墨彩品啊！我懂，我懂。来。录影啊！对。从一号区的。
哎，都被我们撞成灰了，都被我们吹了，我们都被我们吹了，在泡下去了。乖媳妇，乖乖，赵姐，大叔，大姐，赵姐，你好。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太
快乐，万事如意，谢谢。好，请理事长颁证来，我们看镜头在前面。谢谢我们未来之乡，未来两乡无来都好啊！啊，我知未来个情况，我一定考一下。先导呀，来，一步做三步走。做三步跑，好 ，OK。恭喜我们蔚蓝财务长，恭喜。蔚蓝没有。得水啊！好棒哦！啊、哦，我们南荣誉市长的墨宝，不太容易拿得到的啊、哦，哈、哦。好，淑美吧，淑秀美。我们的王晋级顾问，还有张志宏顾问，来，两位顾问麻烦。来，看着大家，看着呗。来看镜头。等一下哦。我们谢谢两位顾问这么大力。老师在看中间，老师看中间说话。好，看这边。下一个。谢谢。好，谢谢。好，我们请顾问留步哈。给我们两位顾问来感谢他们对本会的支持，我们是不是要掌声鼓励？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两位顾问。那两位顾问呢，请留步，我们摸彩哈，我们摸出幸运的得主，我们的奖品非常非常丰富。那大家呢，不要急着离开哈，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大奖等着大家哦。OK， 好，好，来，我们恭喜，谢谢啦，我们恭喜我们的理事长杨志正，他的墨宝给我们哦这么大力支持的顾问，谢谢。有，等一下哈、哦，没关系。好，来，我们第二位来。也恭喜啊，恭喜他们获得我们哦学报理事长的墨宝，真的是太棒了。好，然后再来145号，145号啊，那个挑起来，来，报告理事长，恭喜，来，我找我的支票，来，陈春兰老师等下。陈春兰老师啥家没有啊、哦？啊，有拍照了吗？啊、哦，有。哎，我们刚刚有拍照了吗？哎，来，校长，学生校长没有拍照吗？有啊。现在上来一起拍。好、哦，来，我好。来，陈俊龙老师，举下。陈俊龙老师，举下。OK， 你讲话张德仁哈，张书亮的白人的哈，张书亮的是我的哈 ，OK， 好，一个赞，谢谢，好，恭喜所有的得奖人，谢，好，等一下呢，我们呢，上来，啊，还有那个黄玉珍老师呢，黄玉珍老师，快一点哦，有你。那摸到那个礼品的都要用白马的速度来跑哦，哈，好，恭喜，打开，好，来，话筒，你欢迎郑老师嘞，好，来，玉珍老师进来哦，用百米的速度来跑哦，哈，真的，请坐听力，OK，来，请坐听力，来，玉珍老师，来，我们上台，玉珍老师可是去学中大。Yeah.
请我们的立云荣誉理事长为我们班来摸两个，哦，摸两个名额。好，就是我们立云荣誉理事长，他捐赠的，还有一位，再摸一位。来，丽云，你家，我的，我的在那里。来，丽云，阿丽，那个请你理我吗？来，我来吹。红包袋，等一下。红包袋，好，来哦，注意听哦，现在是江丽云荣誉市长的墨宝哦。起爸爸，爸爸不要在家里，我回去领。好，来，孙子换老师，几箱？没有，有装的。孙子换老师两箱哦。啊，大龙弟你拿手啦，我感觉你拿足济块。你来讲。啊，你讲好。来，林忆莲老师，是林忆莲老师吗？还是林玉凤？林忆莲老师，我请风。来，看一下去，有吗？有吗？好，那没有，再摸一张来。李玉达老师吗？李玉达或李玉莲或李玉凤，啥也记住嘞。好，来，好，终于讲了，趴了，也趴了啦，趴了。来，玉凤。荣誉市长们，刚才有出现我的歪。来，卢彩霞老师的墨宝。哎，我可以一起，美女通常都跟美女一样。彩霞老师，来，我们彩霞老师的墨宝哈，哇，太棒了！今天都是大师姐来拢探掉了哈，咱大家哦，今天来拢探掉。拢摕着咱大师的老师的墨宝，来，老师小心。好，来，谢谢我们的彩霞老师提供这么好的礼品哦，他的墨宝。好 ，OK。来，开始。好了，不要紧的 ，OK。好，谢谢。那这位老师，您的摸完了吗？您捐赠的礼品，好，没关系。那助理是个荣誉奖，您拿我的好不好？啊，再拿我的，不是红色那一个，红色这个，对，这个来，我这个给你摸感情，谢谢。来，摸我的，拿奖品。What?
苏美荣理事长啊，这么大放送，谢谢谢谢。OK， 没关系，所以我说会两轮，我已经预告了哈。好。小姐，好，那这样子这边有四三，所以有四位。来，还有哪两位没有上来的？李美瑜老师有吗？李美瑜呀，李美瑜，好亲切啊，两位小旭，一四四，一四四，莫三马一四四，哪一位？哦，来，牙齿来的五啊。来，李美玲老师麻烦上台。好，我们恭喜以上得奖人员。一次次喝，一次次你都漂亮呀，好。来，看前面来，恭喜来几个。说话肚子啊，有玉兔神仙。多的吉祥话，还有兔子都非常的可爱生动。好，我们也恭喜这三位。哎，真的，哇哇哇，惊讶惊讶，我来我来。
来啊，打个招呼哈，这边都是全部都是琴棋丝袜协会，是卖丝袜的，啊，都穿丝袜的还是在卖丝袜的，啊，琴棋丝袜协会这边也是，那后面那边是也是吗？最后面也是吗？最后面应该是散客对不对？因为我们过年后哈，游览车比较少，要不然我们这边游览车多到离谱。也各法律摆定的灾，因为连假大家都有来过，我们过年都爆满，那这边容易爆满，就礼拜天常常都满满人。那我要先也表现一下，我也是老师的级数。为什么？我今年有一首新歌，叫做《枫桥夜泊》。这边有没有国文老师？有没有国文老师？有没有国文老师？北方啊。好，伟芳国文老师还有国文啊，来，国文老师，那你以前帮我，你以前教我的《枫桥夜泊》，我把它写成一首歌。国文老师嘛。对呀，国文老师他可以考我，考我的台语，考我的国语，看对不对？《枫桥夜泊》还记得吗？既然都是老师，打一点凉凉嘛，至少也国中。《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那台语呢？台语呢？有没有台语的国文老师？汉学的有没有？来，怎么念？那个有台湾，我们理事长会不会念？我的。东京的，我们的顾问会不会念？台语的。哦，这别忘记懂诶。哦，别忘记懂诶。历史丢啦嘞，历史丢，台语不要念啦。来，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我四句变成十六句，四句押韵，四句押韵。西装啦，你是的，帅哥美女，来，有啊，有帅无？有帅哈，我两个拢一个烟斗，一个帅，你莫去摆哦。嘿，哦，安尼帅，安尼这个牌安尼夹掉咧咧。啊，无，安尼搁个，到时阵借只麦克风。哦，介贵咧。嘿，安尼800。嘿，头前搁加一个音哦。嘿。对，哎呦。很珍贵耶！好来，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黄玉珍老师的引进，在这里能来跟董事长认识，是因为黄老师在这里做花灯，他介绍我来，我才有今天在引进大家来这里办这个活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好山好水好风景，而且人都非常好。这董事长真的，我常常说他是个大善人，非常好的人，真的非常好，所以要感谢。董事长，所以我们要祝
董事长红兔大展，谢谢。我要真正要感谢的人就是胡伟花，是他介绍我跟那个胡妈也认识的，是胡伟花，我要感谢他。伟花上来。还要拍个照。对啊，没有伟花我也不认识胡妈。我又还没有要走。徐老师帮我们拍照好吗？我的手机。有了，非常感谢伟花。其实我是觉得。新年啊，这是感恩的日子啊。其实每一个节庆哦、啊，都是提醒着人们要懂得感恩，感恩身边的每一个人。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啊，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啊，觉得其实阿皮大哥哈、啊，最近才捐了20万给那个家庭中心而已。其实这一点也让我很感动，就是我刚好在代表家，在跟前任代表在聊天的时候。那阿姨大哥他一下车，然后就就每年的各种善事，其实他都是不遗余力的，而且没有，我最钦佩的是说，我觉得他是没有任何目的，最纯净人性的最天然的那个善良，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让我。很觉得说应该要值得学习的地方，他值得学习的事情太多了。那在这里哈、哦，感谢大家啦。其实我这样一路走，也是包括那个朱淑梅理事长，也是都是感恩开心啊。包括黄玉芬老师，阿皮大哥，还有阿皮大哥，在默默支持着他，我们背后的这些工作人员，我觉得他们都是最伟大，都是支撑每一个家庭的一个。螺丝钉，我们也都是支撑家庭的一份子。那其实大家不要把在新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成就保佑，成就如果希望明年更好。然后再次谢谢大家啦！我市长刚刚也有致辞过了，所以对啊，就还是感恩大家，谢谢大家。好了，我等一下要唱歌，所以这个拿下来，要不然呢？不了，不用不用，我要穿着，这样拍照比较帅。对呀、啊。不开光。好啊。高登，这样子，高登，这样子。你看。哎呀，我被拍照了。没有，你被请高登，还请个小姐了啊？来。不了。再等我，你站住，我。来。不清楚的现场挥好，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现在是画中有诗，画中有诗，画中有诗，那我要不要来唱一首歌，也是歌中有画的，歌中有画的。来请教你啊，这个吼、哦，这个贵金花的头叫啥呀？这个足厉害吼、哦，这个很厉害。来，我今麦讲的这吼、
卡门瓜如果没有我在改编的话，这个会失传。卡门瓜，叫你妈老师改一摆，叫你妈黄克林啊。拜请的，东兄兵搁咧东兄上，西兄兵搁咧西兄上，北兄中兄兵中上，西乡兵这个九千九百九万七，弟弟刚也出无能力。我搁加一摆咧，无欠你妈这条歌红了三十年啊！我很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唱这首歌，所以即摆歌词我只要全部拢甲背起来咧，我要再重新改编一次，因为即摆较无少年人咧唱啊。我希望我这条歌会红。不要把这个台湾民俗哦传统的物件，这属于传统戏曲，如果没了就糟糕了哈、哦。所以我搁甲改一摆，叫做猪仔歌。那、啊、为什么会叫猪仔歌？因为在这讲着大耳的、大耳的、大耳的是啥物？红目的吃无够，那有讨论着大耳的？大耳的是啥物？对啊，兔年为讲兔子，我说不是哦，大耳的是猪八戒哦。来，这首歌我即马电台都咧拍歌副歌，就叫做《猪仔歌》。拜请耶，拜请，拜请，拜请，家做公，家做王，不好是谁要小王？大声的谢谢嘞，拖起包包，呜哦！
一个看望的吼，啊，即卖真少人咧请，啥啦？七十外咧，啊，即卖要请看望的嘛无，啊，一个阿祖讲，我若死哦，爱请迄个看望兵啦，阮老的死的什么请看望的，我即卖拢无空啊看，足怀念的，因为子孙仔在啊探听，对我啊去了，奇怪啊！啊，即卖有人过来看望无？我讲迄看望拢老啊呢，刚好，哎，我来做伊委员啦，啊，都爱请，唔免甲请迄看望的迄个查某囡仔已经七十外，啊，廿条呢，我讲，这吼你几啊年冇做啊了？伊讲十外年啊啦，啊，敢要赚？我讲偌济？我讲四个两万啦，哈、啊、你，啊，罔赚啦，啊，讲我老啊了。伊子孙仔讲有就好啦，迄条我看讲要死啊，搁咧跳看门歌，因为迄唱这看门笛咧，大家拢老毛毛啊，要跳唱，要跳迄个看门歌，啊，底下人先笑的无？啊，这点偌济？这点几百？你若骂咧，啊，你做四工，啊，一工赚一百，你甲我弄掉。一顶四百，伊迄一顶爱白，我甲问讲，阿嫂，这一顶爱白偌久？伊讲、okay. 我都一工若做两天。好啦好啦，我先进吧。来，我们要用走，我再走。露营的啊，你玩乐，你喜欢玩乐话真超啦。我是就你从十一点半准备来的。好啦。啊，介绍讲什么仪式哇？有要讲话什么安尼啊？大家会那个啊，有要集体团拜无？啊，要叫起来加集体来去一下安尼无？团体可以少啊，多来多啊。哎呀。
选在一个这么好的日子，然后呢这么好的地方，哦，喝家喝圣，跟就睡了，对吧？哦，好山好水了，哈，哦。啊，我们朱淑媚理事长，哈，哦，我知道他的工作室，哦，也在这个地方，所以故意选在这里，对不对？哦，让大家，然后借着这个新书传卖的这个机会，然后也可以已经准备好了，哈，哦。啊，是故意的，也是用心呐，能够到也是用心呐，对，可以去体验的哈。所以呢，这个地方很棒哦，也很多电视节目都来这边采访哦。所以呢，未来呢，整个艺文又跟我们的休闲娱乐的场域又结合哦，这个是也是我们希望四年的基础之后，未来呢，哦，我们在张县长的带领下，哦，可以再把艺文的这个相关的活动。我们这个樱花都盛开了，哦，所以呢，除了过年期间青山坪，哦，开得很漂亮之外，现在陆陆续续，哦，苏家农场上去美人谷，这个整个将近21种的这个樱花树种，然后将近
中有画的，歌中有画的，风小月破，嘉龙老师对吧？我现在那个现在在打的歌，今天广播电台在打我的歌，那个金科气金龙，金龙吞六国，我把里面的一个失败英雄，黑旗外写照来，你会不会比失败英雄多？我就觉得我像金科一样，可是。失败也要名扬千古啊！我很欣赏一个英雄人物，就是金科，因为吼，这个金科哦，带一个普龙公秦舞阳，伊就要去杀金龙，所以啊，伊打头真灾，伊也无见头见头哦，啊，只头甲去哦，秦始皇甲不离。来，这首歌呢，是我2023现在在主打的唱片里面的主打歌，来去耶，就叫做金科。你要摆得你风萧萧嘿琴棋诗画，我感觉这个诗哈，我感觉还不错。他说啊哈，这个歌比较雅一点点，啊那比较俗一点的歌，我会不会写？会。捧起功没关系，我写的。捧起功那个捧起捧起，捧捧大起起，捧起功真熟悉，别吃别剩谁在你，那个是我写的，会不会唱？会哈，这些小朋友都会唱。来，比较熟的歌，较爽的歌哈，那个弹蒙歌还记得吗？记得。你要弹蒙歌无？现在弹蒙歌拢改啊，现在弹蒙歌改什么？你知道吗？改红英红的歌。那妈妈毕业现在都什么歌？现在毕业歌啊，妈妈毕业现在都什么歌？红的歌，弹蒙的哦。一支针，一条线，用心计较甲我。
要表达的灰啊，还有那个瀑布啊，也是清明节开关键啊。今晚这个时间咧进一万丈的蓝灰，因为已经有种啊。啊，你看我了咧白顶无？阮今晚咧白个就是要应付清明节的时候，咱家清明时节雨纷。管得很严格，啊，我算起来你肯定会中奖，对吧？啊，阮的政府也是管得很严格，你无看咧，保健食品无咧管咯，阮阿哥咧系统未稳定，未甲有法度卖啦。我阿哥你来如果卖，你讲，啊，还有钱叫人来甲我查啦，讲我做爱都养什么十大营养标示啦，啊，我七十外分啦，都去养什么营养标示，我阿哥全死掉，未稳定。我来个气头，我变足出名，还贵，你搞我真好啊！那拜啦，那个中秋节之前啦，拢叫人抽验，抽验什么？有没有防腐剂？有没有大肠杆菌？我、哦、现在很严格的，因为今年格关健康食品嘛，也很严格哦。那我唱歌拢较伤情啦，较悲伤的歌。那我为阮的故乡写一条歌，为阮的故乡写一条歌，什么歌？故乡唔靠有一条歌就开。你若说袂晓，有几间厝用砖啊空，我起来用功用功。无啦，我写的故乡吼，不是也去填这个故乡啦。人我写的故乡是写阮遮的海边，甲写阮遮的山顶。唔安尼哦，你甲听听看，是写是毋是写咱遮，真正就写咱。
中在年轻了，所以我看是要卖歌的。好支持哦，好安尼哦。放我老鹰去飞，飞对岸，山边飞，不是冷笑话。来，老师来。啊，要放来无？爱放来无？免放哦，赞。看看嘞，你看伊，你看是正经真哩个哟，你正经正个，看看啦。无啦，我是讲看老师画这个安尼，手甲看一个较有记得，看你哪有记得？哦，无啦，看看。好，看你哦。好，好来，八七八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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